爸，我还是想去留学。您的爸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是疲劳过度，没有休息好，还有点营养不良。不想让您这么辛苦，也不想让您这么累。都辛苦，你这不是光爸一人辛苦。那个让这要离开的伤害，我是真想去。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，就让我去吧。那个耗尽那一生的等待，后来我找他是为了问清楚他为什么丢下我。太多人追逐摇摆平凡，缺失了一块，增添不满纯白，所以哭着笑着跌下来走出来，就像没得到过爱。没有你在或不在的安排，原来遗憾的不能重来。行，我听话。傻傻等谁的关怀，用冷漠找寻出来，为何人要失去才会感慨。我当年去深圳，用遗憾来成全思念，任岁月陪伴在你身边，等温暖的瞬间会很冷，却不曾湮灭，相信总有善良的乐园。你神经病吧你，你还真跟你妈一样，给钱就换不来一句好话，算妈妈求你的情况。跟你道歉没情愿，怎么就不能原谅？你有钱花干什么？我都不认识了，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花了？打电话来骂我。开门，开门。你为什么要辞职出长？我那么努力，不就是为了不去求赵华光？我不需要可怜，我要拼命的赚钱。最好的那些东西，也从来不曾抛弃我们。这又是没再婚，又是坐牢的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能理解和没爱心。我没抛弃你，不是因为我是累赘，知道这种事情，我心里轻松。用心生长的光彩，每个人的号码牌，心里其实也并不是。会记载，重逢以来，觉得没什么意义。从此别再担心雨雪覆盖。这些年有多少改变，还希望说些肺腑之言，那重叠的视线。我送我自己的妈去结婚，微笑的心愿，我爸绝对会对你好，一定还有善良的乐园。那个嚷着要离开的小孩，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，一定是尝过了苦辣酸甜，最后才肯把味